阿卡瑞和林志玲于六日对外宣布结婚，婚礼婚宴目前尚未确定。他表示，以八年前共演的舞台剧《赤壁爱》为契机，两人开始交往，而这也是两人在蜜月之旅后阿卡瑞第一次露面。当记者询问阿卡瑞：“你们怎么结婚了？你们开心吗？”阿卡瑞满脸笑容回答：“谢谢。”并散发着幸福的气息，显然婚姻生活十分幸福愉快。